大家好，我是佩晨，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。袋鼠宝宝是在妈妈的育儿袋里面长大的，育儿袋就是他的家。可是好奇怪哦，育儿袋里面有厕所吗？他要便便的时候是怎么办的呢？袋鼠宝宝在育儿袋里吸着母奶长大，他也会在里面便便和尿尿。袋鼠妈妈只要舔着小袋鼠的生殖器，小袋鼠受到了刺激，就会排便和排尿了。然后，袋鼠妈妈就会把小袋鼠的排泄物舔干净。当然，袋鼠妈妈吃进去的排泄物，最后也都变成了母乳，再被袋鼠宝宝吃进肚子里哦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袋鼠妈妈好伟大哦，小宝贝。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